第十七题，乘上题，八秒内的位移为多少公尺？我们当然可以带公式，我们可以带 s 等于 v0 t 加二分之一 at 平方。如果你刚才在做的题目的时候有把加速度算出来，就可以带这个公式，或者带了 s 等于二分之 v0 加 vt 呢乘以 t 啊，就是初速加末速除以二乘以时间，那也可以做。但是老师上课的时候呢，比较喜欢的方式呢是画图方法。我们画个 vt 图呢，我们一开始的速度呢是 3， 我们8秒的时候呢速度呢是 19， 那么这个我们是一条等加速度运动，是一条斜直线。那 vt 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，面积代表位移，那这个面积是一个梯形，然后梯形的面积的做法呢是上底加下底啊乘以高啊除以2，所以呢3加19呢就是22， 8除以2呢就是4，所以乘以4就等于88，所以我们的位移呢就是88公尺。第17题问我们说，乘上题，8秒内的位移为多少公尺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88。